据韩国媒体报道， FX 成员 Luna 在直播时谈及组合，说道 FX 始终是一体，并不是说我离开公司就解散。此前韩国 SM 娱乐公司回应旗下女团 FX 合约问题，表示成员 Amber、 Luna 和 SM 的专属合同已经到期， Crystal 郑秀晶还在合同期内，将作为演员进行活动，宋茜正在讨论新的合作方式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